16日，香港体育协会副会长霍启刚出席香港杰出运动员相册展览揭幕活动，其父亲香港奥委会会长霍震霆也有出席，父子上阵一同为香港体育事业出心出力。聊起有关体育活动的话题，霍启刚透露疫情期间安排了很多活动给儿女，文体一样都不落下，不过唯独小女儿因年龄太小未能做出安排。活躍啦，即係係好事啦！即係而家呢個疫情期間，咁第二佢哋都好中意游水嘅，佢哋次次都游水唔少。咁啊，文體都有做啦，我女都有學芭蕾舞。咁所以其實學業、跳舞、游水，其實已經佔咗好多時間啦。咁啊，即係尤其是我諗疫情後啦，大家呢個身心健康好緊要。我頭先都話，即係其實我最細個女就可憐啲，邊度都未去過。既然提到儿女们都喜欢游泳这项运动，被问到是否由老婆郭晶晶亲自教导，霍启刚闻言当即摇头表示：唔系噶，其实系啊，太太系教唔到噶。系啊，冇耐性定系点啊？唔系冇耐性啊，因为小朋友可能就惯咗妈咪，佢唔系好听嘅，即系可能反而比教练都系好啲嘅。即系我香港都识一啲退役嘅國家隊乒乓球運動員，佢都唔係自己教啲小朋友，因為呢個唔係個能力嘅問題，我諗係母子母女嘅關係。